校长、主任、各位老师，大家早安。我是静玲老师，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学习辅助课程的实施及操作的一个状况，以及我个人的心得分享。那么我在我的封面选择了这一张图片，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张。每位同学呢，带着盼望期待的眼神看向那未知的未来。那么在学习辅助课程当中，接受辅导的学生们时常不是如此的，他们时常充满了一个想法，是沮丧，没有盼望，没有自信。那么身为老师的我们呢，就是要带领这一群学生走出种种的难关，看见自己仍有盼望，仍有潜力，能够在学习之路上继续迈进。那我今天分享的流程，我将我的分享分成了五个部分。第一是教育理念，第二是学习辅助课程实际操作的状况，第三、第四则是故事的分享，最后是心得感想。爱、责任、1%的希望，是我对教育的一个看法。教育理念。Education is nothing but a concern for love and a role model. 教育无他，为爱与榜样而已。这是弗鲁贝尔所说的话。那这句话也时刻的提醒着我，我将它摆放在我的心里，时刻的提醒着我要随时做好学生的好榜样，以及要用爱来细心观察每一位学生的需要。第二，看见1%的希望，是蒋雅琴女士所著作的一本书，这是她的书名。那在她的一个分享会当中，我很肯定这句话，那我也将这句话摆放在我的心中，愿我在教育的历程当中能够用看见1%啊，在孩子们当中，每一位孩子们的身上看见1%的希望，那透过这1%的希望来创造出无限的可能。最后则是责任。我认为把学生们教到会是老师的责任，无论用尽任何的方法让他来学习，让他来爱上学习，是我们的责任。即将要进入的正题，我们先来看这一张图片。当学生知道自己要接受辅导时的心情 ，What？ 怎么又是这样？怎么又是我？怎么总是没办法？不上学习辅助课程呢？好，孩子们的此刻心情就如同我们第一位同学双手摊开，好，一个大问号在那里。好，这是我们班2020年5月的测验结果报告。那我都是以英语科为例，因为我在2019年度我是开设英语班级。那在2020年5月这个期间的测验，我们班有5位同学未通过，因而要接受学习辅助的辅导。那在2020年12月这个测验，全班都通过测验，好，也因此而我让他们有一个大大的奖励。其实除了一位就是转学到别学校的学生，其他11位同学3科都有通过，这件事情也大大的肯定自己
的教学方式是能够提升孩子们的一个能力展现。那我也为着孩子们高兴，这也大大的巩固了孩子们学习的信心。那在2021年的5月，我们班还来得及在停课前做这一项测验。那在测验的英语测验的结果下，我们仅有两位同学未通过。但事实上，在这个测验当中的难易度，跟之前比起来，他们所得的这样的分数实在是进步很多。好，那么我学习辅助课程是如何操作的？第一个部分，在真能研习上，我非常喜欢参加这样的研习，那我也代表学校去参加这样的英语科的研习。那么很多人都说我们英语科研习是非常非常努力的一群老师，从早做到晚。那也是因为我们老师们的人数非常非常适合来进行小组活动的一个小组活动，不像国语跟数学班级，他们都是非常多的老师们，那所以他们都比较集中在听取一些老师们的实际的案例，来吸取他们的一些教学的策略以及技巧，那他们就比较不方便来实做。那我们因为英语科老师的人数总是大概落在30到40人左右，所以分组操作这是非常普遍的一件事情。那我个人是真的非常喜欢这样的研习。我们通常是上午是做主题式的分享，由各个老师来做一些，比如说在智慧上的增能啊，或是在句型上要怎么教，以及节庆要怎么教，它都有实质的案例来帮助我们现场的老师们。那在下午呢，我们就会有一个实际操作，要在小组内合作一起完成一个教案。那每次在这样的研习过后啊，我都会将一些老师们分享的策略啊带入我自己的教学当中，真的是非常的有效果的。那么接受过研习，回到学校当中，我会做的事情就是观看各学生他们施测的结果。那我会将他们的错题进行分类，这个可以让我在课之后的课程安排上会有很大的会有一个依据的作用。接下来在课程当中的实施，我主要是运用英才网以及酷音 Core English 搭配在上课。那么英才网里头就是有关英语的学习部分。我们在研习当中，其实有老师提到说，上头的那个教学影片多半都是用全英文的方式来教授。那学习辅助孩子本身就是比较在这个学科比较弱，那么在听全英的影片的话，那不就更不懂了吗？因此而我在使用英才网的教学影片时，我会带领学生一起看完影片，并在当中做适时的一个翻译解说。其实它的题材是非常简单，只是它在讲述的时候用了许多比较难的一些口语
那真的是需要老师帮助他们。那我也会在出了任务以及出了一个学习影片之前呢，我会先做一个预览的动作，看看哪些部分需要增减，哪些部分需要做解释。那酷音的部分呢，它有一个学习辅助的专区，在那个专区按下来，这里头有许多学生们在试测后很多比较会出错的一些部分都在当中了，那它就是分单元这样子来进行。那我就直接到这个上头呢来安排每一位孩子们在每一节课的学习。那么除了学习辅助专区之外呢，听力的部分、阅读、字汇、游戏，这些也都是我们平常会请学生去自行做练习的部分。好，那么在学习辅助课程操作第四个部分，我会根据学生的喜好，好，根据他们的程度来设计学习单，以及我会找合适的绘本来教授他们某个句型。那在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个延伸的活动，我们做一个小书的制作，亦或者我们会做一些歌舞的唱跳等等。好，那么在中间这一张图片，这个补救教学教材，我是从科技化评量的平台当中所印制下来的。那么呢，我们刚刚在前面看到的学习辅助专区 Cool English 的学习辅助专区里头，事实上也有将这个部分这个补救教材直接变作电子档。那么我觉得我们学生现在目前是人手一机，好，人手一个平板的状态下，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就不用列制下来，好，造成一些成本上的花费，直接就用我们的电子书来和学生进行互动的教学就可以了。那左右两张图呢，因为我们班小朋友很喜欢画画，那透过画画当中呢，他也能够轻松的展现自己所学的。很明显的，这个我们在教 body parts。 那右边这一张图呢，同学画的就非常的特别，这是一个非常异形的一个人体嘛，但是他仍然能够写出我们的目标单字，这非常有趣，想必这样子经过他细心的绘制，在最后将这些重点单字把它标在这其中，我相信他应该也学会，应该印象非常深刻这一些 body parts 的单字吧。抱歉，调掉了。再来，我要分享的是小书制作。在我们读了一本书叫做 Brown Bear, Brown Bear, What Do You See? 这一个绘本之后呢，我要孩子们自己亲手制作一本小书。那这位同学可以让大家猜猜看他是谁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画画是画了非常精细，在这个主角里头又绘制更多很不同的新材素材。我们可以看中间这一张机器人，他身上有一些树枝，他把它取名叫做 Grey Giants, 灰巨人。他对巨人的意象是里头有一些些自然的景色在里头，还有一些动物在里头。好，那再来呢，右边这边他帮他取名叫做 Alien Big Guy, Alien
外星人 big guy 是大块头等等的。好，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画工非常的精细，而且非常充满想象力。那么再来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用的一些英文字词，实际上已经超过一个小学生的能力。那这位同学他非常的大量的在搜寻这一些些的单字，虽然可能看起来有一点像是直接中翻英，但是他也在他搜寻的过程当中，看了这个小书制作的您们，有没有觉得很想要一探究竟他的故事里到底画了什么东西呢？那么再来呢，在我的实际操作的部分，我会在我们要考测验以前做大量的考古题。考古题就只有一种嘛，学历测验的，那就是不管是考筛选测验或是学历测验，我们都会做同一份。那我们就可能先做五年级，我们会先做六年级的，六年级做完，我们再往下做到五年级，就仅此到这里的部分。那除了就是我的英语科之外，国语数学我们也会这样子的来做。对，那在考古题当中呢，发现若是有那种整班性比较有问题的状况下，那我就会在正课英文课的时候再提出讨论，然后再做相关的习题练习。那如果是属于个别的同学出错的部分，我会个别的做指导。那么再来下一个是好，欢喜收割人人有奖时刻。我们班呢在2020年12月成长测验六甲学生呢，我们班全数三科都通过，除了那一位转学到别国小的同学之外，令我很惊艳的是，就是有一些同学我可能觉得他会就是差一点点，但是他就真的很争气的过了关。那其实我是在考前有跟各位勉励说，若是大家能够就是全数通过的话呢，老师会请你们吃早餐这样子。对，也可能是因为早餐魅力太强大了，然后导致同学们都很卖力的来进行测验，然后也达成就是都有过关的这个目标。所以我们就在2021年的3月初，很可惜的是那一天没有把照片拍起来，没有照相起来。我们那一天早上呢，我们就享用每人一份很精致的餐点。那份餐点就是很西式，然后大家都有一副刀叉，好，还有汤品等等的，还有沙拉，还有他们的主食这样。对，虽然就是在这个奖励当中其实花了真的不少钱，但是看到孩子们就是彼此分享着吃这一份早餐的喜悦呢，我心里也由衷为他们高兴，因为这是他们努力挣来的。那我做这个部分呢来做奖励，也只是小小的一个就是小小的一个激励他们的方式。对，好，那再来就是我要讲一则有关于我们班上一位同学的小故事。这位同学叫做玉博，那么他在四年级以前的那个成长测验筛选测验啊，他的测验的结果都是非常的平稳，就是都不用到必须要被接受学习辅助辅导的部分。
那他就是在2020年5月的测验当中，因为他的英文考差了，所以他就必须要上学习辅助。那他接受到这样的讯息时，他非常的沮丧，也非常排斥，因为呢，他的好朋友们像盛权啊、盛凯啊，都不需要接受这个学习辅助的课程。那他们在下课钟、放学钟声响之后，他们就可以离开校园，好，离开班级，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那他也很向往这样子的放学时光。所以他非常一开始起初他很讨厌上学习辅助，真的是可以用讨厌来形容他的感受。所以在课堂上他总是就是很耐不住性子，而且会时常把作业偷拿出来写，然后被我发现之后，我会及时的请他收回，但他又会觉得说哦真的是很烦，就觉得不想上这门课。对，那就自从当平板啊融入在每班级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人手一机，然后我就把它搭配我们的英才网跟 Cool English 来上课时，也不仅仅就是说上这些线上的平台我才用平板，其实平时我都是在上课的时候就发下平板，让他们作为上课工具。比如说啊，因为我觉得他们已经上了7节课就非常的辛苦，所以像我可能有在一些的问答或者说回答说，我就不让他们用笔拿起来写字，我就用请他们用平板，然后你可以用 key 字的，或是说用笔触用笔画写给我。那孩子就是换了一个工具呢，他们又很觉得很新奇，然后就很乐意的参与其中。对，那所以我的平板不只是线上学习的时候需要用到，我平时就把它当作那个书写的工具让他们来使用。那我发现这样子的操作下来啊，玉博他本身就是很喜欢使用这一些3C 的产品，那就大大提升他的学习的动机以及兴趣。那有时候我在上课的时候，我会请他们用平板来查询跟我们课堂上有关的单字，好，我就会把比如说我们这个两个礼拜，比如说两个礼拜我们要连上的是有关动物的英文，好，那我就会先提供我们一起讨论，然后我们提供以往我们看到哪些动物的英文字怎么写，就请他们写下来。那我会把格数留的多一点，然后让他们另外去搜寻。那除了我们课堂上看到这些动物英文之外，你们还有什么其他知道的动物英文吗？那你们不知道的话，你们就可以进行查询。那孩子们就可能想要，因为多了这样的一个工具，他就觉得说，那我就上网搜寻看看，又那么方便，好，也可以找一些我自己喜欢，但是课本或是老师没有提及的部分的动物去查询看看它英文怎么写。对，那他们也会用一些那个佳玉老师上的阅读课，英语阅读课上面的一些讲义，他们就马上拿出来做查询。就是他们很喜欢这种，就是没有限定他要查哪一些动物的名称，而是就是就他们自己有兴趣想知道的部分自己帮自己做补充，他们就很乐意的去巡查、去寻找、去写下来。那再来，玉博和其他一些同学像是知敏啊，好像是雨燕，我认为盛辉也蛮喜欢画画的，这几位就是受辅的学生个案学生，他们都非常喜欢画画。所以当我们在教导一些英语单字的时候，我就会转换一个方式，让他们用画画方式来表达出来。
对，然后给予他们一长段的时间让他们来作画，是在那种很轻松愉快的状况下。那有一次我们就做了一个 body parts 的身体部位的一个画作。那我原先其实就是很单纯的想说，哦，就是画一个人形，然后请他们标上各个就是部位的英语名称。好，但很惊艳的事发生了，就是像是玉博跟雨燕两位同学，他们就是想象力比较丰富，他们总是会画出令人很意外的一个，就是说是人吗？好像也不像是人，就是一个主角，哦，一个某某异形的主角，哦，他可能有九个头啊，哦，十只脚啊等等的，哦，那他就会画出这样的画作，然后最后再标上我们的目标单字。那他们这样子很特别的画作啊，我会大大赞赏，并且呢把他们这些画作分享在我们正课的英语课当中，然后也在正课英语当中呢用他们画的这些美彩来考验就是班上其他同学知道这些 body parts 的英文怎么说呢。对，那同学就会觉得就是非常的，像玉博就会觉得非常的开心，说，哦，老师用我的那个画作来跟大家一起上课，他就觉得，哦，真的努力是有值得，努力有被看见，哦，所以他就是自此之后啊，就是我们班上学习辅助班上做的任何的活动，我就发现他很乐意的来参与其中。对，那再来就是讲到小书制作的部分，像刚刚我们有就是向大家有呈现一个小书制作的那个画面给大家看，那就是这个作者就是玉博，那他在画这一本小书他花了很久的时间，大约三个礼拜吧，三个礼拜左右，他就是可能带回家画，或者是利用下课或是午休时间、早自修时间、零碎时间凑起来画，就整整大概三个星期，他把这个作品交给我，我不时就是会去问一下他的近况如何。对，他就大概是三个礼拜交出这个小书给我。那么就是其实我本身预定这个小书大概我们就是做六页左右。对，然后应该不用花他们两节课，但是我发现同学们除了玉博之外啊，其他同学们至少都有用到三节的学习辅助课程来绘制小书。那我们当然不是整堂学习辅助都来做小书啊，我们可能前段部分有一些学习的重点目标教完之后，我大概三分之二的时间就让他们做小书。因为他们在做小书除了在绘制之外，他们的脑袋里头也要想一些些就是可以来形容这些就是他画的这个各个异形好了，或者他的各页的主角的一些英文用法要怎么去来搜寻这样子，所以其实也大量的做了一个英语的学习。那在这个孩子的这个小书当中呢，我觉得他的画风非常有他个人的风格，而且他真的画得非常精细，就连就是说主角里头身上啊，他手臂的纹路啊，或是说他脚掌上的纹路啊等等，他都可以讲究，他就非常的讲究，画得非常细致。那在这样的风格，我也觉得他就是极富想象力，哦，就是我们一般人想象不到的一个状况，哦，都在他的画作里头出现了。那么他为了就是要形容他每一页所画出的主角，他真的必须要查询到很多很多的英文单字，哦，比如说 brown bear what do you see， 好，棕色的熊你看到了什么，然后接下来你就要选用另外一个生物，可能我原先设定就是什么，比如说redfish 他看到 redfish， 所以接下来下一页就会变成 redfish what do you see， 他要再发展另外一个故事，然后看
这个 red fish 看到什么东西，就单纯的一个颜色一个生物，但这个孩子他就是在他的主角上面刻画用了非常多的元素，可能他是形容他是一个很强壮的，然后很多才的，然后他可能有什么样的特质，所以他必须就要去查出那些英文单字。所以我们会发现他小书里头他的英文单字有些选用还很难呢，就是比甚至还超过国中的程度。好，我相信透过他这样子做小书，然后又透过大量的搜寻，他其实在英文这个部分他已经在挖取了，在探索在其中。我相信他未来的英文能力程度会经过这样的练习，他隐隐约约都在累积下来了。对，这很就是对他未来的英语学习之路会非常的有帮助。那么这样看起来啊，相较起初的他，好，他觉得很不能接受事实，为什么我也需要被学习辅助一下呢？好，他非常的沮丧又排斥。到现在呢，他很喜欢学习，很喜欢查询，然后很喜欢英语课。他态度的转变，我想讲是他态度转变不仅仅是在学习辅助上哦，他一般正课的英文本身啊，他其实是很常就是。因为分组在大班分组，他很容易就是跟同学聊起天来，因为他也觉得英语对他来说就没有什么关联啊，就觉得说英语学习好远啊，很遥远，所以他就很长段时间就是在聊天等等。其实他事实上英文是有底子的，好，那他的态度转变啊，也让他的测验成绩有了反转。所以接下来2020年12月份跟我们近期考的那一次2021年5月份两次测验他都有通过、哦、他很开心，他重拾了自信在英语学习上，那我也为他感到光荣开心。好，这是属于我们班上一位同学故事的分享。那接着就是第二位同学文轩同学。文轩同学他虽然他在六年级这一个学年当中呢，他不是我们的个案学生，但是我还是要特别提他和我们这个学习辅助课程的小故事。那我可以在那个测验结果发现文轩的成绩啊，其实就是从中年级好，低年级都很好，然后中年级开始就是有一些些可能突然持平，突然又掉下去，就是非常不稳定的状况。那直至到高年级，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那个测验成果的那个曲线，它是非常的平缓的，就表示说他透过一次又一次的学习辅助下，其实有帮助他概念的厘清，然后导致他一些观念的认知。好，然后我们真的有带领他去解决他不懂的一些地方，对，然后让他呢就是可以在高年级数学其实是算是蛮难的部分，他仍然可以让那个他的成绩是处于非常平稳的状态。好，那所以这就表示学习辅助每一次的课程对他来说都是一些正增强补强效果，有正增强补强效果的。那文轩啊，我在接收到他来学习辅助班上的时候，他其实蛮害羞的，然后不太说话，但是他却对自己又是很要求、哦、那他在2019年5月测验未通过，所以成为我们个案学生的时候，因为他自己的好朋友，好，现在同侪的压力，同侪之间的关系，好，会非常影响到这个孩子的心情，就是他的闺蜜们都不需要被，就是不需要参与学习辅助，所以他会觉得说，哦，自己在这里感觉就是孤孤零零的，再来他也觉得很害羞，这么很害臊，觉得很不好意思，为什么
我必须要上这样的课。所以啊，他一开始在课堂上总是就是都不讲话，就默默的在那边算着数学。当时他参加那个学习辅助，我们是开数学班，对。那但是他可能也是自己有发现，就是说自己这样默默的学习，那我都没有问，那我不是都还不太了解我自己的错误点在哪里吗？对，那就是透过我们就是共处，他渐渐的也是打开心房，就是相信老师，然后相信同学，彼此之间合作之下，我们能够一起共创一个共创一个就是很好的学习环境，然后让他们的难题都有得解决。好，所以呢，他渐渐改变他的态度，他不再就是默默的学习者，他时有问题的时候就会来找我来询问，而且他询问是一定要问到了解他才肯离开。对，不仅仅和我，他也渐渐的就是打开心房，和同学们来交流，来询问同学好不太懂的概念。那经过这样子同学老师们互相扶持的状态下，他确实有将他不懂的一些数学概念厘清。那这样子呢，也增进了他自己的自信心，他不再是那个觉得说，哎，上学习辅助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那样子的一个学生，而是觉得说，我信任这个学习辅助课程，因为它增加了我的自信心，而且它真的为我解开了难题，所以他这时候的他仿佛就脱胎换骨啊，变成一位很有自信以及开朗的人，而且他又能用一个同理心来去帮助那些正在为数学问题烧脑的同学来渡过难关。对，我时常就是看到很多同学就是会到他的座位旁去询问他说，这个题目怎么解，哎，你怎么会，你可以教我吗？那文轩呢，他就是一个就是他能够体会他们不懂被卡住的那种状态，所以他也就是会帮助那些同学一起来解题，直至他们可能真的都想不出来，就一起带着问题来找我。这种事情就是常常都在课堂上发生，无论是正课也好，还是学习辅助也好，亦或者是下课时间他们在写作业，放学时间在写作业也好，我们都会很常听到他们的一些讨论的声音。对，那么他在每一次帮助别人啊，除了就是帮助同学渡过难关之外，其实他又在让自己的数学知识城墙更稳固一些。他也相当认同这句话，所以他也不断的就是一直去教导别人。那就透过这样子自信心的提升，然后也为他解决一些概念的厘清，那就帮助这个孩子呢，他在接下来的测验都全数过关，都不需要参加学习辅助哦。那除此之外啊，他还获得学习辅助的学习潜力奖，以及总统教育奖的殊荣。我个人是认为他真的实至名归，因为他真的付出他的努力在这个部分上。我有问过他，你最喜欢的科目是什么？他说是数学，但是他的数学没有很优异，但也没有很差，但是他时常就是保持着对算数学的热情，他每一题能够解出来他都觉得相当高兴。对，那我就觉得他这样的一个特质真的很适合得到这样的殊荣。对，那我们也都知道就是文轩来自的家庭是隔代教养的家庭，由奶奶抚养他，那他也是一个很争气的孩子，在课业方面呢，完全不用家人来担心，完全不用来家人来提醒，他自行就可以把他做到好。那他只要有碰到问题呢，他现在都就是
直接来询问，而不会像以前那样就是低头默默的学习，没办法将难题解开这样子。对，所以看到文轩同学这样的转变，我真的感到很欣慰。对，好，这是我以上两个故事的分享。最后是我的新的感想，这一张图片有很多手绕出了一个圆心，那我觉得学习辅助就像是一双双手，不论是提倡这个学习辅助的提倡这个学习辅助的教授们啊，或是学者专家们，以及在现场实作实施学习辅助的老师们，以及还有家长哦，家长要得到你们的同意，我们才能让孩子们进入课程来学习。我们就像是这样的手，围着一圈，帮孩子捧在这其中。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很重要的责任，然后呢，我必须要用我们的爱来察觉孩子们那1%的希望，相信仅有1%的可能足以造就更多的可能。对，不要被这个学习辅助给打败，而是靠着我们学习辅助相信老师能够将每一位孩子冲破难关，然后改变他的学习态度，甚至改变整个他人的一个特质。好，这是我自己的简短分享，感谢您仔细的聆听。最后不免我还是要放一些学生之前所做的一个作品的内页。没错，这两个有上颜色的部分，就是玉博他在做小书里头自己就是其他的两页，大家可以浏览一下他的画风以及他所选用的用字的部分。好，那左上这一张图呢，也就是有一次请他们做 body parts 的一个绘画，你也可以看到那个左边这个图，若是他没有标上那些英文单字的话，你可能也不知道他画的异形各个那个身体的部位在哪里，是吧？对，他是真的非常有想象力的孩子。对，好，感谢您的仔细聆听，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各位。